你黄叔家的闺女黄欢昨天晚上失踪了。不是失踪，就是那王八蛋给害的。昨天晚上黄欢从那儿过，他就跟着那个方向走了。就那尸体，早上发现的那个，是你家男人陈自立。谁啊？这个畜生，早晚找人弄死他。你就会说，你才没这个胆量。为了你，我什么事都敢干。3000，2000，这小子在外头欠了那么多钱，我是真还不起。我们回去自首吧，我陪你一起。有些事儿放在他心里，像石头一样压他一辈子。